星光雷鸣冲破天界的时空，仿佛的火焰是谁触发的感觉都身上回家后的新年空气运用阴中风会出现在紧要的关头的我比较最后一个是得关头吧，就指向得关得关头 OK。 不够再嗨一点，那个 O 的时候要收回来，一定要闭嘴，你看看我这边 我要突然一下就断掉 不要 我不要肯定一点结束 OK。 的世界接触战斗，混沌的天空束缚了我的自由，勇敢的电流惊醒我正义之手，我将要感谢 Second L 对吗？ Second L OK 了，我的自由勇敢的电流惊醒我正义之手，太低了是吗？勇敢的电流惊醒我正义之手。 Hey what are you doing?非常感谢我的粉丝，然后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冠军，谢谢你们给我投票，就是跟我这个衣服很符合的一首歌，很酷炫的一首歌，就是就还是很感谢粉丝，然后给我了这个年榜冠军，给我了一次这个 solo 的机会，然后也谢谢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有一点吧，我觉得毕竟因为还是能稍微有一点就是曝光的机会嘛，所以还是有一些帮助的。我觉得不是满意和不满意的问题，因为每一次的成绩不管好与坏都是相当于一年的总结嘛，然后也是因为粉丝给我投了票，然后我才能有这个成绩，所以即使不如意的话，我也会就是带着前一年的遗憾，然后继续努力争取下一年会更好。其实报我之前，因为那一年比较特别嘛，然后就是报到大概第十集的时候，然后没有我的时候，我都看到我的粉丝准备走了，你知道在下面坐着粉丝准备走，他们以为我就是没有进，然后我自己呢也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我可能就是那一年没有机会进入选拔了，然后就真的很伤心很伤心，但是报道的时候我还是就是震惊了一下，但是也有就是对看到下面的粉丝哭成一片，然后看到我之前带的那个四期嘛，就是现在的插队员也哭成一片，然后我们自己 S 队的粉丝然后也在下面就是惊呆了，然后还有我们的身边的成员然后都为我感到高兴，我还觉得算是粉丝给我了第二次重生的机会。对，因为怎么说，我觉得 SNH 就像一个家庭一样，然后有人说像学校，但是我觉得更像一个家，就是感觉所有的成员都是我们的家人。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毛毛. Happy birthday to you. 几岁了？24岁了。然后所以毕竟一年到头嘛，在 SNH 的时间可能跟我除了睡觉和吃饭看电影的时间，除去睡觉吃饭看电影，然后和就算是吃饭看电影也是和成员一起去，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 SNH， 所以觉得像家一样。我也觉得，因为范随偶像嘛，哈哈，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人，所以我也是非常优秀的人耶。然后我觉得我粉丝呢，其实蛮安静的吧，就是他们很懂事，真的很懂事，就是不会
去闹啊，或者是去跟别人不讲理的啊，就是吵架啊之类的，我觉得他们很乖。当然有啊，在这个团里待了四年了，也参加总选，现在第四届了。哎，像我这种老油条，可能大家觉得已经不紧张啦，怎么怎么，但其实呢我也确实不怎么紧张了。现在看的比较就是心态会比较轻松了吧，我觉得不管你进不进圈，你的粉丝都是在看着你的，我觉得这点我相信我的粉丝。我的梦想就是能在舞台上绽放我自己的光芒，有我自己的一片天地。谢谢。